中，印度在国际上非常不安分，不仅在军火市场上大方撒钱，还不断挑起边境冲突，导致很多地区陷入了战火。印度的种种举动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。在军购项目中，印度不仅购进了很多国外的武器装备，还在本国武器装备上